上一节我提到了孔子到洛邑访学，给他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那在走向圣人的道路上，孔子还不断总结学习理论与方法。他曾经站在黄河边感叹，逝者如斯夫，不设昼夜，慨叹岁月流逝，时不我待，应该抓紧时间努力学习。可是学习不是简单的照抄和模仿，而是要学习与思考学思结合，才能够在接受前人知识的基础上有所创造，有所发展。孔子正是这样一个不断总结学习理论与方法的人，所以他才能有不断的提升。我总结了以下几个孔子的学习攻略。孔子学习攻略的第一点是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孔子认为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乐之者。也就是说，知道的不如爱好的，爱好的不如以知为乐的。从《论语》中我们可以看出，孔子的教学活动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严肃刻板，不苟言笑，倒是非常轻松愉快的。孔子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是课堂，他非常注意引导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。孔子本人更是因为好学而对学习充满兴趣，更留下了读书好学的佳话尾编三绝。孔子时代的书是用竹子作为原料的，把竹子破成一根一根薄薄的竹签，再用火烘干之后在上面写字，称为简，就是我拿在手中的这样的竹简。竹简啊，有一定的长度和宽度，一根竹简只能够写一行字，一部书要用很多根竹简，这些竹简之间都必须用牢固的绳子把它编连起来，才能够方便阅读。像《周易》这样的书，当然是由许许多多根竹简编连起来的，也因此相当有重量。孔子非常喜欢《周易》这本书，花了很大的精力精心研读。为了深入研究这本书，又为了给弟子精讲《周易》，孔子不知翻阅了多少遍。这样读来读去，把穿连竹简的牛皮制的绳子也磨断了几次，不得不多次换上新的再使用。这就是尾编三绝的典故。即使是读书读到了这样的地步，孔子还谦虚地说，假如让我再多活几年，我就可以完全掌握周易的精髓了。孔子学习攻略的第二点是，只有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，才能学到切实有用的真知。打个比方说，学习和思考就是学问长进的两只车轮子，缺一不可。学习得到知识，思考产生困惑，学习新知识，解决因思考而产生的困惑，然后再学习再思考，每经一个循环，就会提升自己的能力，丰富自己的知识。这就是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学习而不思考，你就会被书本牵着鼻子走，失去主见。所谓的尽信书不如无书，就是这个含义。但是啊，如果你一味的空想，而不去进行实实在在的学习，则终究是沙上践踏，一无所得。孔子学习攻略的第三点是，虚心好学，不耻下问。《论语》中记载，子入太庙，每事问。鲁国建有祭祀周公的太庙，孔子进入太庙的时候，总是向别人问问这，问问那，好像总有问不完的问题。有人对孔子这种强烈的求知欲望非常的不理解，就说孔子的闲话，你说谁说那个邹邑大夫的儿子他懂得礼仪呀？他每次一进到太庙，什么事儿都要问别人。其实不只是当时人不理解，今天的我们也会对孔子的每事问发出不解的疑问。
孔子自己就是礼仪方面的资深专家，他从小就在太庙玩大的，对太庙祭祀的每一个细节都烂熟于心。为什么他还要每件事都问个不休，似乎什么都不懂呢？这充分反映了孔子对周礼的恭敬态度。在太庙这样庄重肃穆的场合，不可以以专家自居。每事问的行为举止，向人们表明了一种姿态。孔子很敬重太庙中举行的礼仪活动，愿意虚心学习。同时，每事问还反映了孔子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态度。孔子对周礼的掌握主要是来自于书本知识，从我们十三经之一的《仪礼》一书中得来的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理论知识。入太庙正好提供了把书本知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机会，提供了检验书本知识是否准确可靠全面的机会。因此孔子不愿意失去这样的机会，所以不厌其烦地每事问，就是想借此把礼仪知识真正地弄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因为他知道，只有勤问好学才能够获得进步。不耻下问，则是要向不如我们自己的人请教，这牵涉到自尊心、虚荣心等等问题在内，要真正实行起来确实有点难度。这种虚心好学、以能者为师的学习态度是非常可贵的，也是值得大力提倡的。孔子去世之后，儒家学派在孔门弟子的传播下迅速发展，孔子的地位也日益升高。史记和汉书都记载了，汉高祖刘邦在去世的前一年，也就是公元前196年，自淮南返回都城，路经鲁地，就用牛羊猪三牲齐备的太牢，也就是最隆重的礼仪，祭祀了孔子。从此开启了历代帝王尊孔和祭孔的先河。汉武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孔子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从此真正得以确立。西汉平帝元始元年，也就是公元元年，孔子被追谥为包成宣尼公。这是历代政府对孔子封谥的开始。后来孔子的封号不断增加，如文圣尼甫、邹国公、先师尼甫、文宣王、大成至圣文宣王、至圣先师、大成至圣文宣先师、万世师表等等。孔子至圣先师的地位也日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公认。2005年9月28日，在孔子诞辰2556周年之际，首次全球联合祭孔活动拉开序幕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了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。就在第二天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第172届执行局会议上，孔子教育奖被正式批准设立。这是第一次以中国人的名字在联合国设立的奖项，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项最高级别的国际奖项。这一国际奖项的确立，表明国际社会对孔子作为教育家的卓越贡献的肯定。在海外，孔子几乎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了。宋朝有一个人写了两句诗：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长夜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也确实如此。从孔子的身上，我们看到学习是改变人生命运的关键。只有学习的认真投入，并且将学来的知识服务社会、利于苍生，才会有人生的精彩。万世师表孔子就是这样练成的。